说，墨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？这个问题也曾在商末展开过一场论辩。墨者应该要与世独立吗？还是应该要入世救人，贡献所学？不知道呢。为什么要隐世啊？几百年前的某一代巨子颁布了机关术的禁令，不许墨者将机关术展现在世人眼前，更不许墨者在世间行走。为什么呀？机关术这么厉害，用来帮助百姓的话不是很好吗？另一派人的想法和你一样，他们还举墨子祖师当例子。墨经记载，墨子祖师他为了天下百姓整天四处奔走，有着磨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美名。那又怎么会有机关术的禁令呢？那位巨子担心机关术被恶人所用。就这个理由？没错。这样不是太因噎废食了吗？所以那一派的人就离开了商末，他们立志为天下谋福，效力朝廷，将所学贡献给天下。朝廷也很看重他们，专门编组了一个职位，叫做李俊。那是我懂事之前的事情了，也都是后来才听说的。但我确实见到商末和李俊之间冲突越演越烈。后来，太傅将我送往西域。六年后返回中原，回到上山大寨，却只看到满目疮痍。而造成这一切的凶手，就是李俊。对，他们说的道理好像都对。但当我想到复魂楼，或是破败的大寨，死去的同门师兄姐，我就会觉得机关术禁令才是对的。过去的一位师兄，啊，他是太傅最看重的弟子，却也投效了李俊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以为可以劝他们回心转意。现
在才知道，他们已经不是以前的师兄师姐了。可，你和李君早已恩断义绝，子虚信我吗？等香儿的事情结束，我就会去找李君算账。原来是机关工房，怪不得要藏得如此隐秘。机关工房就是制作机关的地方，这儿或许会有完好的零件。太好了，这还能用。我们走吧，去放出那位前辈。无论过往的恩怨如何，带上红儿，我信你。我也相信红姐姐。天下 K。好美，这就是天书世界吗？天书世界能够映照一个人的内心，内心良善的人看到的是明媚风光、花团锦簇，内心丑恶的人则会看到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。真的吗？我看到桃花片片，这是阳春时节哦。假的。啊，逗你们玩呢。阿兄这阵子太严肃了，害我都忘了小心提防。小鬼，你总算来了。大王恕罪，我费尽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一位墨者。真慢，等到本大王又长了好几根白胡子。闲话少说，快让那个墨家小辈放我出来。是，大王稍等。那，这个送你，就当做迟来的生辰贺礼吧。谢谢红儿，我很喜欢这个礼物。好。大王，不出来吗？干嘛？我不是在这儿了吗？傻愣在那儿干嘛？本大王名唤吉鹏，好好记住了。小鬼，小丫头，你便是那墨家小辈吧？机关术学得不错，就是动作慢了点。往后，本大王再好好指点指点你。老前辈说的话，你可要认真听进去啊！好，之后还请大王多多指点晚辈了。你真是大王，竟是如此漂亮的鹦鹉。废话，我吉鹏大王不是鹦鹉，难道是人啊？吉鹏大王该不会是太过淘气，
被主人关起来了吧？胡说！我是奉大小姐之命驻守此地。驻守？那你为何会困在机关里？一困就是十几年。大小姐用心良苦，小鬼你们猜不透的。这样说话实在挺累。小丫头，你的手给本大王站一会儿。我已依约放出大王，就请大王指导修复躯体的方式了。修复人体的方式繁复，但其实与炼化妖魔相差无几。先按本大王的指示炼化一头妖魔试试看吧。这炼化妖魔素材的挑选可是很重要的，会决定产出的结果。等等，听本大王指示再下手。凡是越稀有的妖魔，炼化时所需要的素材就更要谨慎，把握个八成，修复人体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就把这素材加下去。真的可以，天书可真是几乎无所不能了。本大王说话从不夸大，能做到的事就是能做到。太好的香了，马上为你修复身躯。没问题的。嗯，香囊先系上去，这样可以静心辟邪，消灾解厄，百毒不侵。动手吧。成功了吗？喂，这气息不对劲，是黑火，黑火妖魔，快转移，快出天书。殿下，
不要紧的，阿兄再想想办法啊。没事，不要紧，没关系，别担心。你只会说这些敷衍我。阿兄，我也是。阿兄，你又不是我亲阿兄。你，反正我什么忙也帮不上，还只会拖累你。何必一口一个的阿兄？干脆不要管我好了。红姐姐也会帮忙的。我们一起想想办法，好吗？你说十拿九稳，为什么就失败了？身躯半点不存。本大王才想问你呢，为何小丫头的躯体里会有黑火的气息？你说什么？我说黑火，黑火。莫不是那时，仙儿被黑雾大妖所伤？留下的气息，幸亏本大王发现得早，否则遭殃的不止小丫头的身体，天书世界的邪律也会大受影响。你倒是怪起我来了。这是自然，炼化时掺入黑火根本就是疯了，全天下能够驾驭黑火的也只有我们大小姐了。那眼下该如何修复仙儿的身躯？烧得半点不存了，如何修复？你说了要助仙儿修复身躯，这是我们的交易。没有东西可以交易了，只好取消交易。妥，既然交易取消了，那我就把你关回去吧。慢着，还有一个法子。说。要想从无到有炼化出人类身躯，只能利用黑火。刚刚就那么一丝黑火气息便失控至此。我说了，全天下能够驾驭黑火的只有我们大小姐。本大王正要去找她，就好心捎你们一程吧。走了走了，去找大小姐。有法子了，不过就是麻烦了点儿。大王的尊长金善炼化之道，可以驾驭黑火，炼出人类躯体。当真？本大王说的自然不假。仙儿，我们走。走吧走吧，出去说。回到巴蜀，那儿景色依旧。到了无名丘，便想起过去的事。故人不在，留我一人独自面对。黑火妖魔必须消灭，我便全力反击。轩辕剑不该落入他人手中，我便封印了它。只是夫君，我真的累了。据大王所言，目前几个可能的地点：巴蜀、无名丘、鬼谷雪地，而且这位大小姐很有可能就是传闻中的那位御医女子。没礼貌！大小姐岂是你们这群小辈叫的？
要叫夫人。是。以绿衣女子的传闻推断，目前最有可能的方位是北边，鬼谷雪地。北边要开始打仗了，怕是交通不易。途经御水的时候，先去和文叔打个招呼。瞧瞧，这人像不像夫人？没，此人画工不行，没有画出我家大小姐风姿绰约的神韵。吉鹏大王就别生气了，李君的画工一向把人画丑。你看，画着阿兄的这张，我看了也觉得不对劲。小鬼本来就长得不行啊。是吗？我倒觉得不错。不晓得圣宫将军有没有好好对待守平的人们，就怕将军认为老弱妇孺不宜行军。待会便知了。
会。什么情况？我去瞧瞧。大人，该走了。哎，还有一些财务资助没收好。大人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好吧，让那些贱民在前面帮我们挡着，在他们死光之前，走，兵发玉水。是。如何？混蛋！啊！快杀进去救人呐！当初若再坚持一点，让刘生公带村人们到玉水去，或许不至于如此。我们该劝的也都劝了，而他也早已带兵走了，谁料得到会有妖魔袭村呢？说的是。妈，你们说的是那个面貌阴沉的小胖子吗？大王见过。他刚刚还在的，他还说了，让那群贱民在前面挡着，他们好逃跑。此人着实无耻。
此一份，数量稀少，绝无仅有的秘制神。这效果真如你说的那么神奇？这是当然，才得这一颗，别处是找不到任何相似之药了。这样吧，我实在是有急事，必须赶回家。若你买下，我算你一千。好吧，我买了。太感谢了，这样我就能赶紧回家了。哎呀，我保证，这神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本大王怎么从没听过此等神药呢？还是禀告将军好了。哦，您是那位文殊将军带来的英雄，我真的没辙了，您可得帮帮忙。瞧你一脸慌张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近来在通往昆阳那带遇上莽贼的士兵，但那装备不如寻常，只怕是李俊的斥候。这可是大事，为何不禀报将军？能说我当然会说，只是圣宫将军为了登基大典无暇留心军务，可他也不允许咱们向文殊将军报告，说这是逾矩。这种要事都还计较，话可别乱说。这事我们该怎么帮你？我眼下也不好擅离岗位直接逮住那家伙，您深受将军们信赖又有本事，不知能否请您搭把手。既然是李军斥候，是不该轻忽，这事就交给我们。您愿意帮忙真是太好了。我前次发现他是在通往昆阳的树林里，他行踪不定，但似乎都徘徊在那一带，难保不会有其他埋伏，还请您务必小心行事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好好处理。
若真是李军斥候，向河关恐怕免不了一番苦战。李军估计已镇守在关内，要能从他口中问出些事，也能助文书一臂之力。谅他有千军万马，杀过去便是了。看来我们很接近了。足印间距不大，刻意放轻脚步，但走得慢。是否在附近耳目？杨二说的。快快快！杨杨。有状况了！快！快！昆阳这带的地图连驻守的位置都标明，调查的可真仔细。还好我们拦下来了。这打叉的地方不知有何蹊跷，看起来就在这附近，去探探。就这么办。有状况。的东西有些眼熟啊，大王，你见过？估计是红石。过去只有西域可以见到，没想到这儿也有。我倒是从未在西域听闻过。小辈怎能不知？那可是能强化机关的好东西。那不就糟了？可不能让他落入李军手里。是谁？拦下他们，保护红石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拼了命保护他，这石头真这么稀奇？这东西
本大王几百年前就用过了，只要嵌在机关上，便能射出强烈的光束攻击敌人。倒真这么厉害？哈，本大王可曾说过假话？那也能装在我的机关人身上吗？这招式若有了差池，只怕会毁掉机关人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样啊，大王神通广大，定有办法的。比如说，也许能稍微减低他的强度。我想香儿应当有能力掌握的。以本大王的能力，是可以稍微处理一下。这个嘛，没问题，就交给本大王。谢谢大王。你们等会儿，我来处理这石头。如何？一切都还好吧？没事，我们解决了那斥候，然后拿到了地图。这上头调查出的东西可多了。幸好你们帮了忙，竟连这些地方都被调查了。我想，还是得多加注意才是。啊，一点薄礼，不成敬意。我会马上通报圣宫将军的，多谢你们。接下来就麻烦杰鹏大王了。好了，来让本大王看看。啊，哎，小丫头，怎么了？大王，可否直接教我和阿兄怎么做啊？我想和阿兄一块试试。丫头倒还行，这曾经弄坏机关的小鬼嘛。大王，那可都是意外，我也深刻反省。这可是香儿的机关手臂，我不会弄坏的。好吧，你俩靠近点儿。太好了。本大王的教导可是很严厉的，仔细听了啊。大王，红姐姐，瞧，做得还挺好的吧？嗯，看起来确实是有模有样。啊，做得不错。机关术博大精深，可别这样就自满了。还有的学呢，赶紧收好它吧。有了这红石，我肯定什么都不怕。阿兄，看招！小儿，等等，很危险的。哎，丫头，你冷静点儿。撞到了。
圣宫将军是在守平应允过的，此时却说要暂缓出兵，秀该如何向弟兄们交代？将军有令，大典未成，兵马不发。如今我等向中原进发，莽贼近在咫尺，将军临阵却步，又如何能使军民臣服？偏将军，属下也莫可奈何，您请回吧。罢了，多说无益。让你们见笑了，文殊一心为民，何须担心他人笑话？子胥教训的事，受教了。不敢不敢。文殊是否听过绿衣女子的传闻？略有耳闻。我们正在追查她的下落，不日便要北上。不知北边的战况如何，是否会影响同行？若是如此，诸位不妨与我军同行。我军正往昆阳进发，如无意外，先锋应已抵达向河关。确实，若能与你同行，要过关口也较为容易。有子胥相助，我军必能势如破竹。道士博生如今驻守蔡阳，得通知他来御水一趟，向圣宫将军道贺。若诸位得空，希望能帮我传个信。不是大事，没问题的。说起博生，蔡阳眼下应是安定许多。除了妖魔恼人之外，不过这倒是其次。此话怎说？日前接获一些线报，只说兄长有意颠覆圣宫将军，自立为王。但他肯定不是会有此念头的人。文殊这么说，是觉得有人有意放出这番谣言了？正是。只是这事情也不好大张旗鼓的调查。或许我们可以稍加探听。有劳了。那么向河关再见。一言为定。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传闻。绿林军毕竟是各方豪强组成，各有各的野心。若只是流言，倒还好处理。就怕是离间计。这事情可得好好提醒博生。这可不能瞎晃的。太师子胥受文殊将军所托，有要事通报。博生将军不在。是御水那位一人杀光妖魔的英雄啊。是我有眼无珠，失礼了。前日蔡阳附近出现贼寇，将军正外出巡查，应当在南方的树林附近。明白，多谢兄弟。对了，听文殊将军转述，蔡阳这儿似乎有些谣言，你们晓得什么状况吗？估计是圣宫将军登基一事吧。他自个儿称帝又不见赏赐，弟兄们多少不服。是啊，大家还是更喜欢博生将军。就是博生将军自己好似没什么打算，这些话听说也传到了圣宫将军那儿。以他的个性，肯定听得刺耳吧。哎，都到这关头了，就怕是莽贼的计谋，拿定主意要煽动咱们。
谣言感觉比想象中的还危险。这次找陆林军回到玉水，该不会也是计谋？以此为由探听各方意向，这一招心思很深呢。那可得提醒博生将军。他没问题的。一阵子没见太史兄弟，身边竟就跟着一位美人了，怎么有空来咱们蔡衙这小地方？文叔托我来通知你，要记得到玉水祝贺圣公将军登基。也听闻蔡衙近日不太安稳，特来提醒。又是文叔多虑了吧？我至今和他不同，不太在意流言耳语，无怪他会担心。你回去和他说，刘伯生自有办法。伯生将军，当心！谁派你来的？你，伯生将军伤势不浅，要不先回蔡阳治疗吧。不打紧。啊，这人是当初在鹿林山遇见的士兵。伯生，我曾在鹿林山见过此人，他是圣公将军麾下士兵。哎，我明白了，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事关重大，或许鹿林军遭人渗透，为何不继续追究？总是会有这种事儿。无论如何，我自有打算。若有什么事，我们可以帮上将军的。不如再助我一次吧。伯生但说便是。替我到玉水去，提醒下刘季那小子，请他好好处理送给圣公的贺礼，也和他说下刺客的事情。要他多留一点。没问题。告辞。伯生将军为何要袒护刺客？若他真是圣公将军遣来的人，那不就糟了？但要只是那刺客故意为之，贸然行动反而坏事。刺客受了王莽军的收买，也不无可能。要这么说，不就更应该查得彻底？或许伯生将军自有打算吧。小鬼们，大王怎么了？别妄加揣测管不着的事情。哎，说的是，但毕竟文叔、伯生二人曾助我良多，多少还是会担心呢。
阿兄。嗯。守平的那些妖魔，为什么文殊将军不帮忙赶走呢？这个嘛，香儿，记得以前和你说过的相濡以沫的故事吗？记得，两条鱼儿被困在干涸的池里，为了活下去，只能相濡以沫。如果文殊将军帮忙了，就像是那两条鱼儿解决了当下的危难。可真正的问题所在，其实是池水。因为池水干涸，才使得鱼儿必须如此艰难地活着。相濡以沫的精神固然动人，但若不从根本解决，就是坐以待毙。世道也是如此，不能只是为了眼前的困难疲于奔命，而要看得更远。嗯，我还以为这个故事讲的是要顺应本性而生。一个故事本就可以有数种解释啊。